中要特别保管好随身携带的特殊机贵重物品，如求职文件、钱包、手机等。在摆放行李的时候，最好把和别人同样颜色或者同类物品分开，避免互相看错。带小孩的旅客，请照看好自己的小孩，不要让小朋友在车厢里来回跑动或坐在茶桌上，以免摔伤或烫伤，发生危险。以上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旅行安全注意事项，预祝大家旅途愉快。
帅哥，带上几包，100块钱骑的很划算哈。谢谢了。
你这是比我写的详细的吗？是不是想告诉我从来
到最后几盒啊，便宜了啊，最后几盒。
百多公里嘛，只有一天就到那个。千多公里就三天呀。后面站是正开车的，后面是大石。那个是睡不到的，可是的。只有那蟹子不行，西黄肉炒。我家伙西黄肉昨天都翻到车上了，船都就跑了。西黄肉昨天把船都就跑了，我前天这是昨天。
了。